这什么啊稀奇古怪的。对，你知道古代人他是怎么测量肺活量吗？不知道。就像这样，其实蛮难吹的，要吹动它就可以。没有练三次。接下来你换你也测试一下肺活量。什么鬼呀、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对，他蛮用力的，因为很难吹。好，其实这个是古代人测量肺活量，肺活量的东西怎么测呢？就像这样，圣诞节，是说这个人第二次崩溃到底了。